我们谈到在产业界，这是苹果的计中计吗？咱直接看无，叫立共库克跟郭台铭还是麦吉丢啊麦吉呢？想不到现在传出库克要扶植陆版鸿海，谁是要扶植的陆版鸿海呢？立讯，立讯就是现在库克看中的陆版鸿海啊。对，这个消息传来，大家觉得蛮讶异的哈。立讯精密大家很熟哦，中国最大的电子组装啊，号称呢陆版的鸿海，那可成大家也熟啊。这个不是啊，这个苹果里面做 iPhone 啦、啊、MacBook 的金属漆壳的供应商呢，哦，现在传出说库克希望你们两个结盟。在一块，立讯跟可成结盟啊，对，然后呢，让苹果除了鸿海以外，还有一个选择啊，就彼此你们去杀价啦，杀完价以后，我苹果的利润是不是越来越高？所以库克变心了，哎，对，变心了啊。那这个是从日本的经济新闻啊传出来的，传出来啊，还引述啊知道内情的人说，哎呦，立讯啊跟可成已经谈了一年多。现在进入了最深的一个协商，一般认为哈，立讯会出来一笔有史以来最大投资的这个金额来投资这个可成啊。不过我们说哈，库克，哎呀，我告诉你啊，真的啊，利益当道了。对这个鸿海的变心呢、啊，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以前有变心过，有，2015年嘛，你知道那个 iPhone 6S 出来有一个功能啊，叫做 3D Touch。3D Touch 就是这个萤幕啊，我按的力量的大小来控制啊这个 App。嗯，后来发现啊，消费者啊这种华而不实的这个功能啊，这没什么好啊，啊按的太大也不一定啊，按的太小哎不是很敏感啊。当时这个 3D Touch 的这个代工就是鸿海集团旗下的 GIS 叶城哦，被这个库克一清点了以后啊，不得了啊！各位看一下，当时 GIS 的股价哇那飙啊，然后一路飙到了2017年哇348块，嚯、哦！你看，如果库克一变心之后就崩盘了，哎。啊，人家到了2018年啊，新的一个机种啊，这个 10R 的时候呢，啊，就把那个 3D Touch 啊就取消了。好，所以就大回原形了。所以再上言商了，即便是兄弟呢，也会利益放中间，道义放两旁啊。所以库克变心也不是第一次了。过去鸿海的子公司 GIS 叶城也曾经因为库克变心，股价重摔过。所以这一次库克是真的又变心了吗？他为什么选了立讯？立讯是什么来头啊？哦，立讯精密的话呢，是在2004年呢、啊、来成立的啊。嗯、那总部设在了这个深圳市啊。六年后，很快哦，2010年，他就在深圳交易所啊挂牌。那尤其他转变的一年是在2012年。2012年的时候呢，他开始啊做一下苹果比较低阶的一个组装的一个生意啊。那我们看这一张图哈、啊，各位可以看一下。从二这个柱状图就是它的营收啊，2012，好，以前呢，2010年都没有什么营收，对，2012之后啊，你可以发现营收哇，每年呐、啊、慢慢成长，哎，成长，哇，这是爆发哎，2019是出现爆发性的成长，尤其这个折线呐、啊，就是它营收的年成长率啊，大概它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它的年成长率的话呢，大概有50%啊，2019的话还74%啊。所以呢，立讯精密啊，哎，有当年鸿海的影子。鸿海哈、哦，当年就是在大约在2000年之后、嗯，接到大量的苹果的订单，哦，鸿海营收跟成长力飞冲天，飞。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立讯精密啊，从2012之后打上那个苹果光。有当年鸿海的那个影子啊，其实啊，他会有鸿海的影子也不奇怪，因为据说老板就是出生在鸿海啊。对啊，王来春嘛，哦，这个说鸿海啊，第一批的这个打工妹啊，那在这个富士康啊工作了十几年，后来就说哎，我自己啊出来创业啊，就跟他的哥哥啊一起创业，创立了这个立讯精密。其实哈、啊，他处处还有每个东西都是模仿这个鸿海郭董啊。比如说，它的取名叫立讯精密，这个精密这两个字啊，是我们台式的用语的啊、哦，大陆不是用这个情况啊。
那刚开始的时候，立讯也做什么连接器？连接器，那跟鸿海也是连接器啊，哦，然后呢，他很崇拜的这个郭董，所以郭董讲的一句话，哇，王来春都把它抄起来，然后就做成了一个郭语录，就贴在他们公司。你没有啊，没有什么高科技啊，只有执行的纪律啊，这个我们都很熟。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些都是郭台铭经常挂在嘴边说的话。人家不是只有郭语录，把这个郭董的经营啊，学到了这个精髓。请看这张表，短短的不到十年，哇，我们看的真的，哇，都得哈，已经赢了这个市值。好，我们来看在市值的部分，鸿海的市值是一兆，立讯的市值也已经来到1.075兆，已经赢过师傅了。我们全部都是以新台币来换算的。好，我们来看营收。虽然立讯的营收还没有赢鸿海，但是我们来看它的成长率。对，立讯的成长率成长了74%，鸿海已经开始出现了温吞的现象，只成长0.9%。我们来看它的 EPS， 它的年 EPS， 立讯是3.69元，这是新台币；鸿海是8.32元。但如果你从它的成长性来看，立讯成长了72%，鸿海只成长3.6%。对，其实企业的一个经营哦，成长才是硬道理。所以大家才会质疑说啊，这两个安尼来比啊，差了多，光以营收来讲啦，差了20几倍吧。但是你看刮胡里面的话呢，立讯的 YOY 就成长性的话，远胜于这个鸿海。所以假如他打入了这个 iPhone 的供应链，因为 iPhone 还是苹果最重要的一个产品，是去做这个的时候，它的成长性会更强。所以你只要用计算机按按0.7、1.7、1.7这样一直乘下去的话，不得了哎！它过不了多久，它的营业额可就超过了这个鸿海啊！这重点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很多人说立讯是吃台湾奶水长大的，怎么可以替掉奶妈呢？也没办法，人家哈要壮大。我们来想，吃台湾的奶水长大，这个话不是随便讲。好，2007年，立讯精密啊，刚成立的时候哪里有订单？没有订单啊，只能找老东家啊。哎，郭台铭要订单，所以2007到2009呢，富士康每年给立讯精密的订单占他的营收50%。啊，那没这个富士康，啊，你都拢没生意啊。所以等于富士康做不完的东西啊，外包给这个立讯精密嘛，这一定就是吃奶水长大嘛。再过来年初前，郭台强就是郭台铭的弟弟，好，就正威的老板郭台强啊，你知道吗？他在2009年就投资立讯精密，除了王来春他们啊兄妹啊，因为他们兄妹两个人占整个立讯的这个股份呢，占了50%，但是钱还是不够，找了郭台强来投资。郭台强啊的正威取得了3%的股权，是第三大股东。好可惜啊，在2017年就前几年，正威已经把立讯的股票全部都清仓了。假如到现在不卖3%，它市值不是台币1兆吗？是，1兆的3%是300亿耶，300亿就相当于正威现在6个股本啊，6个股本，6个正威。你怎么算得到？后来这个立讯精密啊，那么厉害，投资宣德、美绿那都是我们台湾公司哎。对哦。现在可以大背起，大背起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像当年的鸿海，壮大了以后产能不够啊，产能不够，我订单我订单很多啊，但是我的产能不够啊，来诟病，所以他的诟病啊，第一个瞄向了台湾，在2013年诟病了连接线器的宣德，啊，因为那时候是马政府啊，他怎么会通过啊？所以立讯就吃下了宣德，占有他的第一大的一个法人股东。所以我们可以看宣德的股价，哇，那时候啊，2013年啊，股价只有差不多4-5块啊。嗯。现在去年还涨到90几块，现在仍然有70几块的一个价位啊。好，后来2016的时候呢，立讯精密又来了，我看上台湾有一家公司做那个声学的美绿啊，但是新政府上来了，没有通过哦。投审会把它驳回，哎，但是戏法人人会变哦。结果他绕了一个圈，他去投资了美丽的孙公司。那现在两家公司在越南还一起设公司，显然为这个越南要生产的 AirPods 做准备。好，所以你看他现在对台湾的资产
非常有兴趣。好，我们回来看到这个新闻对相关族群，也就是相关供应链的股价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好，我们第一个看到今天的这个主角的可成啊，27世的可成，可成跟可成的结盟，这是库克钦点的哈。但是可成今天呢、大跌，对，没有办法涨，为什么？因为大家想说，现在蔡政府应该不会同意你直接投资，所以可成啊，到底假如说要跟这个立信结合的话，用什么方式？还要过政府那一关呢、答案出来了，看，美丽就说你来看我就好了啊，我用我这一招移回，所以2439的美丽啊。其实美丽第一季的财报哈，它不是很好 ，EPS 只有0.23元，但它今天大盘大跌，它竟然涨哎，刷出了一个暗号。因为它确定就是立讯结盟的其中一员嘛。对，但是可成还不一定哦，还不一定能成、哦。而且它向可成发出了一个暗号，就学我这一招、你看学我这一招，股票就可以涨啊。但是呢，今天我要特别讲一个事情哦，让我们的观众啊，因为这个要有历史哈、其实王来春也是跟这一招，也是跟郭董学的。我们看一下2354的红准，我们直接看月 K 哈、月 K 月线，我们看到1999年的时候呢，有一家公司叫华生电子，把经营该稀烂了，郭董该加乱。加了料呢，郭董把鸿海旗下的那个机壳也灌进去，然后呢，把它改名，就改成鸿准。所以鸿准本来不是这家公司，是郭董去吃的一家公司，叫吃了华生之后也一样，因为组装最重要就是机壳，把机壳灌进去，所以他全部什么都可以做了，所以他才会飙到440，16.8。涨到440块，因为订单来了以后，结果鸿准 EPS 那一年啊，最高的那一年啊，11块。那我讲的意思说，你若好立信真的未来的几年给他大买起哈，跟他结盟的公司有可能会走当年鸿准的模式。那鸿海怎么办呢？2317的鸿海也请蔡总帮我们来做解读。现在有了新的对手了。对啊，所以哈，鸿海哈一定要努力了。为什么？他不能永远都是只有做 iPhone 啊，他今天假如能可以做其他的领域的一个发展的话，比如电动车啦、什么啊，这个 AI 的话，爱都没惊啊。啊，伊若讲永远都还是营收靠 iPhone 的话，我告诉你，这一次还真的立信啊，万一啊，进来以后，这个还是会影响到这个鸿海。所以今天这个消息来以后，虽然没有大跌，但是就压在这个地方。好，就收黑，收在78.2元。库克跟郭台铭的感情，兄弟情真的生变了吗？其实企业当中有时候爱恨纠葛，这是很难免的。但是不得不说，库克跟郭台铭之间的是不是有一点，就是从过去旧爱，然后现在已经有新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立讯，确实有迹可循。我们从他们的这种交往的过程，不禁回想起当时2014年的时候，当时库克是第二次去访问鸿海富士康的郑州厂。哇，那一次当中，其实新闻报道的规模非常的大，而且整个全程基本上都是由郭董来陪同库克哦。然后他们在郭董的专机上当中谈笑风生，也谈了很多的合作案。而且当时苹果在这个郑州厂当中也有还针对于富士康当中的一个叫做 Seed 种子的这样子一个培训计划，他们培训一些组装厂的这些女工，他们也学英文，学很多的部分的自我的这种学习跟发展。那么当时库克还有跟一些女工接触，有的女工的英文讲得非常的好，让库克非常惊讶。所以那时候那种甜蜜的气氛一直延伸下去，延伸到2016年。2016年的时候，库克那时候一方面也是 iPhone 在中国大陆市场大喷发，所以库克经常去中国大陆。那他每次去都会去找郭台铭，几乎每次去都陪同他去，对，都是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而且不只是去看工厂，还要去拜会重要官员。所以当时库克去拜访的在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当时是张高丽，也都是由郭董陪同库克去的。而且郭董也陪库克一起去拜访河南省的省委书记，当时是谢福瞻。所以无论是官方或者是民间的部分，可以说他们两个人的人家说 Maggie 这个部分，反正库克只要去中国，他们两个就形影不离啦。但是
接下来还差一年到2017年，突然情势有点翻转。而在2017年12月，其实当时在中港台、在亚洲间、国际间都已经传说，基本上苹果是不是开始要扶持所谓中国大陆的红色供应链，已经有些耳闻。结果呢，果然库克在2017年12月就去立讯去看了王来春，而且因为当时呢是首次立讯他们接了 AirPods 的这个部分的订单，所以我们看到画面上库克身边不再是郭董。你看，在库克身后的这位就是他去立讯，显然郭董没有陪嘛，没有陪，而且他那一次好像也没去找郭董，也完全没有找郭董。所以在那次当中，其实引起非常多的讨论哦。一方面，红色供应链这个说法慢慢的盛嚣尘上，那么究竟会跟立讯合作到什么样的部分的地步？除了在立讯之外，今天提到的部分的重点其实是可成，也就是说，库克为什么钦点立讯去投资可成？为什么是选可成呢？对，其实可成哦，不得不说，其实可成大家都知道，他在有关于他的这种精密加工方面有他的顶级工艺，他不是鸿海这方面或他的子公司能做到的。那么不得不说，我们可成当中的负责人洪水树，那么洪水树由洪水树的带领的部分的可成，他当时呢是帮苹果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苹果的无线键盘。当时无线键盘，苹果一直希望能够在一个它的这个包括它的铝合金板当中，希望肉眼看不见的一个洞，然后这当中还要光能够出来。你知道苹果的设计都非常在意这个部分的美感。结果呢，这个当时结果可成就顺利的做出来，是头发三分之一的宽度的这个部分就让它做出来了。好厉害啊！对，洪水树啊，不得不说洪水树，因为洪水树是台大医学系毕业的，所以你知道他就拿手术刀的出身，他后来回去接家里的这个，他本来是医生啊，他原来是医生，所以这个技术也深得可以说是库克的喜爱。其实现在有关于可成在中国大陆的发展，那么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在立讯有一个鸿海精密的这种管理的体制，其实可成的管理体制其实也是非常的惊人，所以他在管理上有他的独特的特色。那么其实苏州厂可以说是他现在最具代表性的部分的这个在研发的基地。那么刚刚提到的他的这个人之多哦，可以说一般说是比台北捷运站在上班的时间的人还多，而且他怎么有办法把机壳当作战机座啊？对，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对于一个研发的技术，他所体现出来的是他把这个他的这个铝板放在他的 CNC 的机台上哦，所以这 CNC 机台啊，对 CNC 其实就在做这种金属部分的切割当中的这种制程跟这个机器的流程。那可成在苏州的这已经长达11年的发展，那么它现在整个 CNC 的这个精密加工，包括整个机台，它已经有超过10000台的这个机能，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大厂。所以说，在做这一些的，包括的这些3C产品，不只是苹果，包括像其他的几个戴尔啦，以及 HP 这些国际的一级的品牌，现在都是可成的客户。好，所以库克选了立讯，而且钦点了可成，是不是代表库克要复制另一个中国版的鸿海？特别是他要复制另外一群供应链，而这一群供应链的联盟对鸿海未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我想还值得持续做观察。